香港呢個華僑城、深圳嘅華僑城咧，即係四周圍都係啲科技企業公司嚟嘅。咁裏邊咧嗰個配套咧就好齊全嘅，而且仲越嚟越多新嘅商店喺度加盟開幕嘅。咁好似最近呢個咧阿里巴巴嘅旗下嘅一個超市集團啊，或者係叫做係鮮活食品啊、商業食品嘅集團。公司咧就喺度開幕嘅，咁呢一個商場咧個超市咧就係針對於高檔嘅食品市場嘅，咁你見到佢全部賣嘅食品咧都係比較檔次高嘅，而且裏邊咧嗰個佈置咧仲包含咗有啲係海鮮係現煮現炒嘅攤位喺度嘅。咁所以佢呢邊全部係針對高消費人群嘅，咁佢就應有盡有嘅。咁佢喺呢一個華僑城呢一邊近住商業大廈、商業中心呢邊嘅，咁好似呢一邊咧，仲有一個華僑城嘅醫院咁樣嘅，咁佢係方便曬啲居民嘅日常嘅起居飲食啊，就算係去睇病啊，都好方便。咁你見到佢呢邊人就雖然好似係比較唔係太擠迫繁忙，但係佢嘅消費力咁高嘅，所以啲商家咧，尤其是係賣高檔產品嘅商家咧，都針對喺呢邊嚟開商店嘅。見到啲名貴嘅高級時裝啊，有啲係畫廊咁樣嘅。邊嘅區域咧，都係屬於華僑城嘅。咁呢邊咧就照顧到普羅大眾嗰個消費啦。咁佢其中有一個係沃爾瑪，即係 Walmart 嘅商場咧。咁佢嗰個消費咧就比較大眾化。咁佢買嗰啲飯盒咧特別抵食嘅，咁啊有曬燒鴨啊、鴨肝啊，咁有幾個餸都係$13、$13-14左右嘅啫。咁啊好抵食嘅。咁你見到好多嘅日常嘅工友啊、地盤工友或者嗰啲工人啊，或者係嗰啲民員啊，都會嚟呢度幫襯嘅。咁啊，賣嘅飽咧真係賣得好多嘅。送菜翻去煮飯咧，其實都已經好足夠啦，都唔需要去市場啦，已經好方便啦。商業公寓啦，就係屬於喺華僑城啊、
天鹅堡花园附近的一个新的地标建筑物。它有57层高的，咁佢個面積咧，佢平均賣咧就係200到300平方嘅，咁佢個售價就係16万1平方到21万1平方嘅，咁佢景觀咧就四周圍都係好開揚，望到曬成個嘅華僑城啊、市區啊，同埋係歡樂谷嗰個景觀嘅，亦都望到對面係純水岸嘅人工湖嘅，咁其實個景觀咧其實就望得好靚嘅。望到海景添嘅，景嚟嘅，仲望到华侨城大厦呢个地标建筑物，就系刚刚头先嗰个系沃尔玛沃尔玛嗰个位置啦。呢个系欢乐谷，即系机动游戏啦。啊，望出去咧，居高临厚，直情系四方八面都有嘅景观。呢啲系最多就系追捧就系本地喺呢边工作的企業家啦。遠處都不會有人望到你呢邊噶啦，會對住人哋嘅窗口，所以喺呢度其實係私隱度非常之高嘅。